听讲你少年的时阵，除了吼贿赂以外，你较早嘛创业的吼，创业，开特效公司。哦，迄是伫学校啦，伫学校就开特效公司。啊，伫学校啊，哎，人学校，我伫学校的时阵，其实我国中毕业了后，我伫外校来啦，向操，当我。好，啊，阮老爸想讲，你高中比较就无读啊，就无读，我嘛无考试啊，那你讲那联考，爱国联考嘛，我无联考啊，啊，阮老爸是讲啊，我袂当伫外口安尼拉拉响嘛，啊，叫我去读个建教，是建教班啊，建教合作，啊，用人事去讲嘛，啊，去入去台中高工啦，台中高工啦，是，哎呀，台中高工是袂歹啊，算足好个啊，对啊，台中算一流个啊，职业学校算是一流的，啊，入去我就去我读个金属表面处理科。金属表面处理科，金属表面啊，就是可能考察啦、喷擦嘞，电镀呀，不，钣金换钣金，还汽修科诶，咱就是叫做铁啊啦，要经过什么加工啦，就喷擦啦，吼，然后电镀啦，是，啊，我就去啊，因为我当阵出来得好过啦，啊，因为我拢伫外口拉啦，因为嘛，啊，阮老爸就想讲啊，无你就去学校，干那袂出去做兵，内底去兵营内底去用操讲意思嘛，讲叫我去带学校，啊，带学校伊阁无爱我伤济钱，所以咧，伊当阵就去甲学校先去甲福利社讲，先讲好讲啊，我这个学生吼，哪来遮食物件吼，啊，用技巧安尼啊，去里边啊，啊，咱是高位再来，两个月安尼，一个月来六几块钱安尼，啊，因为安尼啊，哦，啊，我就。这个啊，食物件，食物件免钱，免六钱嘛。哦，现古变少年了，愈来愈济嘛。OK， 出门哦，那种叫咱入党的。你都本，你都本卡大个啊。啊，那样现古变了对足济人。啊，囡仔愈拖愈济嘛。哈，伫内底愈拖愈拖愈济，啊，不就是讲啊，这么济囡仔，啊，大家啊，拢甲咱要食咱的啊，无要做代志，啊，无安尼啦，那出学校内电脑上欠钱啊，是啥？咱来帮人处理嘛。哦，系啊。学校内底都有偌大条。啊，迄个啊，唔只收钱，啊，问题是，哎，加减猛收嘛，加减猛收嘛，啊，所以迄当阵就伫内底收钱安尼啦，伫内底有你讲收钱。不啦，唔是啦，你讲特效啊？你这边收钱，你嘛爱有鸡翅头啊？不是，这我都听入唔对，你好好来，对，借走会当偌济钱啊？五百。无啦，迄人存啦，反正五百，迄人几千块拢有啊啦。哦，几千块拢有啊，你环境大啦。若要上班的较少啦，啊，几千块啦，啊，你先读高职啦。哦，哎，就。加减猛收啊！若要修理嘛，有加石头啊嘛，啊，所以学校内底便便嘛，像你讲啥物有铁啊、喷漆啊，啥物有加工的机器啊，咱只铁棒杀来，铁啊是家己固，无啊，铁啊家己车，无用家己车，家己做刀啊，啊刀啊断来了吼，家己磨啊，系啊，家己处理啊，这够高工呢，系啊，创到我规个宿舍内底面床放掀起来，这种刀呢。那是迄个武器室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因为你内底上青呀啦，伫学校内底上青呀，啊，就现古变少年的对作者，啊，人个高年级的都，看你查吧，哎呀，看咱查吧，讲啊，你这一年啊，礼拜伫学校内底你穿安尼啊，啊，就考岗嘛，考岗了就伫内底械斗，伫学校内底械斗，啊，械斗了后就吼抓到了留校查看嘛，我想要了解安怎收费。哦，啊，就是，比如讲，这条可能五千，无啦，哎，偌济？囡仔的时阵，当然不是用社会书来处理，社会书就是一半嘛。啊，那囡仔的时阵，讲啊，提三成，提偌济嘛。啊，所以买啊，伫后来得着械斗，械斗了留下查看嘛，留下查看了，不然因为我都讲过，顶一集哦，上一集自己去看哦。我伫来得加油嘛，啊，加油啊，去用抓到啊。但是听讲你伫用库里边选一块万用钢杯哦。唔是啦，塑胶的口布啦。哦，塑胶的口布，嘿，口那个塑胶的口杯啦。在关的时阵。嘿啦。哎，那口杯是用啊？我有讲我去用抓到嘛。啪啦，开迄个阿爸开开了，看到吸食器跟安眠套嘛，我来用抓。啊，因为我那阵阿未成年，少年法庭判的就是保护管束嘛。是。保护管束，你只要固定爱去搞了。报道。政府什么啊？关护人去报道嘛，啊报道一抓两抓三抓，啊有时啊咱就无去啊，啊无去一届无去两届无去，第三届搁去的时阵，伊就无甲你拍神经啊，伊讲啊就今仔无必要走啊，唔是收啊，伊就先甲你入去校管所内底关一工啊，系啊，里面先甲你惊一下就对啊，看你以后较乖个无，去甲校管所里面，伊无你关一般的房嘛，伊甲你关迄种违规房。规规房，违规房哦，就是在里面有违规打架的啦，有犯事的啦，违规就是违规房啊，细细间啊，超一平尔啦，啊，六尺四方，差不多一平尔啊，变数一个
是迄啥啊？蹲式马桶，蹲式马桶。啊，那监所内底捌生活过的人就知影，你监所内底生活，啥物规矩都有啦。但是迄这个规矩，我感觉足好奇的，我谁人会去拄到这种？我尾啊，我感觉应该嘛是去用病去啦。哈，去用糟蹋。因为你比见面主管啊，烟菇烫了了，叫你徛伫遐学徛嘛。有下晡就开始徛到食暗顿的时阵啦。哦，啊中午我会要变数嘛。啊，因为你的房间就是安尼，敢那袂合适的嘛。啊，边啊就是变数啊嘛，变数连做伙，甲你困的时阵连做伙嘛。你袂当徛咧放烟花，先需要困迄落马桶的边啊。变数边啊。你无可能徛咧放烟放，咱咧放烟时阵会喷嘛。会喷嘛。所以我要想要放烟，我啊，咱现在唔知嘛。就要放啊，要放的时阵边啊就讲。哈，袂当安尼放，你是毋捌关过哦？哈，啊，就摕一个塑胶杯啊，哈，放你即内底，哈，放你即内底，再甲倒掉就对话啦。哦 ，OK， 哈，再甲倒咧杯汤啦。哦，啊，就照伊讲的嘛，就放你迄个杯啊内底，啊就倒咧杯汤，倒咧杯汤啊，哈，啊就用水甲冲冲，啊就放你边啊嘛。哈，徛刷了后，要食饭啊嘛。哈，暗顿食饭的时阵，用一个咱的洗面盆啊，塑胶的洗面盆啊嘛，啊就。倒出来嘛，倒出来了，爱就倒十菜糜啊。哦，十菜糜，十菜糜啊，倒我几个拢是啊，即摆就咸糜安尼就对啊。啊，要哪只？哈，特别啊，因为违规房内底啥物物件拢无，伊袂当有任何尖锐的东西，还是啥物物件？嗯，内底无滴啊。哈，就是用藤丝啊食。哈，爱用藤丝啊，一个洗面盆啊，爱用藤丝啊，你无可能大家安尼啃嘛，无卫生嘛。哈，啊要哪只？就看到各所有人拢搞迄啥。杯啊，杯啊，摕出来，哈，放油一堆杯啊，啊，我无杯啊，哈，我无杯啊，讲，嗯，啊，拄好你放油一堆杯啊，就是啊，哈，就摕一堆杯啊开始食，哈，所以因就介一堆杯啊，我嘛唔知，因我嘛无，我嘛唔知因原底杯啊，因迄杯啊是咧放油的，对，哈 ，OK， 哈，啊，怎么来解咯？啊，那空解咯。即款咧食先就感觉心肝来叫叫该叫啊！奇怪，即款咸糜较咸哦。即款咧食先就感觉吞袂落啦，正经吞袂落啊！因为拄我放油放你内底，你怎么搁摕来底糜起来食？你那吞袂落。你现在是你放油，你大家拢伫，不要顶完放油啊！哎呀，哈，但是我买啊，我输啊，我即摆想想，应该咧生效诶。照你讲啦，你蹲式马桶，你就苦咧放落啊。啊，不然咱伫后壁，咱也毋是关一届尔，后壁去其他监所，拢嘛是苦咧放尔。是啊，迄人囡仔手都爱放咧裤裤内底，再搁倒落，再搁摕起来食饭。哈，老古力甲新古力创治啊。你刚刚伫内底啊咧关，到底有没有教化的作用？啊，是愈关愈大袂？我觉得还是有，我觉得还是有，因为你关的时候，你失去自由，啥物拢不方便嘛。嗯，系啊。你若正经，你若是一般人啦，一般人去管一届，你会惊啊。嗯。但是你若是兄弟，无一定，因为你内底愈来愈侪啦，愈加愈大阵啦。你原本可能佚佗个人的，你内底可能熟悉公司的嘛。公司甲你吸收嘛。啊，来变一团啊。对啊。伫内底，其实要看你本身你自己，是什么样状态的人进去的。你若是一般人，酒驾里面一届就惊死啊，对吧？啊！但是你慢慢出来嘛，是搁啉。喂，你讲第几也无感觉啦。啊，跟屁也同张个听啊。那你若是兄弟，你要来第关，你会感觉你哦，实在愈来愈侪人。嗯，级数愈来愈悬啦。所以你讲啊，兄弟啊，真正你们关其实无什么教化的作用。哦，我觉得一般人会有，可是如果你是兄弟去。除非你是关足久的，带着迄个想的人，你其实是无效的。其你如果是关很久很久很久的人，才有可能。哈，啊，无你若第早来，应该拢大概拢无啥感觉。啊，像恁伫迄阵伫内底咧关的时阵，有教会师有诶无呀？你讲迄有效吗？我无效。因为我的节目吼，捌邀请教会师来，诶，无效。包括陈进兴啊，啥物话，迄拢伊教会嘛。你啊，当然迄拢死刑犯，还也无机会去出啦。嗯。你刚刚伫内底讲啊，教会师是拢甲恁讲啥？啊，就。你要好好做人啊，歹路唔通行，唔通做歹。我教化书啊，其实内底教化书啊，跟咱接触机会足少的。你除非你是很特别的，你可能内底有安那，或者是讲你是特殊案件，你比你教化师才会有一对一去针对跟你接触的
机会会比较大。啊，无呢，一般犯人无啦。一般犯人，伊阵啊教化师啊来，伊嘛是规个工厂的人，百外人，一人对百外人，伊毋是一对一啊。无嘛，佮有举光客啊。无爱内底大部分拢是叫人啊来基督教的啦，啊来讲一寡经书啦，啊佛教的啦，你咪讲个教化师啊，基本上伫内底犯人无啥会接触到啦。哎呀，安尼讲啊。帝王官的时阵，生活一天的生活作息大概是怎样？哦，一路很规律，就是很规律，每天就是固定时间起床嘛，起来就是做，哦，起来就是冲啥？几点起床？冲啥？我袂记得啊。就像你这边安尼，比如我六点半起床。对，就是早上起床，然后吃完早餐之后，然后弄一弄，就是准备下工厂。啊，入去工厂，入去工厂内底，入去工厂内底做工嘛，做手工嘛，手工做完了，到中昼休困食饭，食饭完了。你有一段时间吼，让你休困嘞，休困了下晡佫开工，佫做到差不多下晡五点，啊休困，收风，你咪下班来对啊嘞。然后大概九点他就会就寝了，然后十点就关灯了。你咪下班拢创啊？个人做个人的代志啊，有人看车啊，有人听电台，有人看电视啊。底来对就是很规律啊，然后什么都是被控制的，抽烟要控制，吃饭要控制，定时定点定量，哈，哦，伊有开放吃饭的时间，一天会当吃偌济，爱伫啥物所在食，你下班内底其实拢偷食啦，主管看到嘛，拢当作无看到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，然后点通点时，哎，昏到主管呗，昏哎，昏顶昏。烟是定量，然后你像电风也是定时，哈，有的几点到几点有电风，然后吹，哈，啊，到几点就无个，像你九点伊就有啊，哈，九点哦，还是十点有电风，啊，到十一点伊就关起来，哈，热水提供也是固定的，就是你这个工厂的135，哈，有提供热水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，或者就是固定啦，寒流来嘛，赶快啦，伊即工无提供热水，你就是洗冷水啊，哈，系啦，安尼啊，然后啊，要洗冷库，你敢会当伫工厂洗，底料你是拜六礼拜周休二日，你无出风，没有出来工厂，才有在设房里面洗。无你就是工厂，你入去房间了后，就是袂当阁洗衣服啊。所以你拜六礼拜拢规工关伫下房内底。对啊，伊外口会放音乐啊。啊，毋是有放风时间吗？放风诶，一礼拜一届两届尔，迄是你有落工厂做工过，拜六礼拜无啊。拜六礼拜就规工关伫下房内底。休困的时阵，就敢若过年的时阵有尔，有放你出去外口看电视，啥物啊？出去外口洗身躯、洗烧水安尼。了解了解。